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事件节目。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最新人质交换事件。这一举动不仅影响了3名被拘留的美国公民的命运，还揭示了更大范围的国际关系动态。中国近日释放了3名长期被囚的美国人马克斯维丹、凯利和约翰梁。这一行动是拜登政府为了让美国公民从与美国对立的国家中回家而进行的一系列复杂交易的一部分。这3名人士曾因间谍或毒品指控被判刑，并在美方眼中被认定为不公正拘留。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释放行动并不意味着所有被中国拘留的美国公民都将获释，因为中国被视为拘留美国公民最多的国家之一。此外，这一事件的背后还涉及了美国对中国的外交策略，以及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中国高层的多次会谈。在这个人质交换的背后，还有许多未解之谜，包括美国是否也回应了中国的要求，或是其他交换的具体细节。美国国务院也适时调整了对中国的旅行警告，这可能暗示了两国之间的微妙变化。随着这一事件的发展，许多批评者担心，这样的交换是否会促使更多美国公民遭到拘留。到底这一过程对美中关系的长期影响如何？我们将持续关注并报道，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欢迎收看突发事件，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一则来自《华尔街日报》的重要新闻。这篇文章揭示了一场涉及美国与中国之间复杂外交的囚犯交换行动。让我们详细剖析这次事件的核心内容，并从多个角度进行深入分析。首先，这篇报道聚焦于3名美国公民马克斯维丹、李凯和梁承运，他们在中国被拘禁多年后获得释放。释放这些人的行动是拜登政府为从敌对国家带回被拘押的美国公民所达成的一系列复杂协议的一部分。3人之中，斯维丹和李长期以来被美国政府认定为被不公正拘押，李则是一名因间谍罪去年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知名人物。他此前一直致力于推动美中之间的文化和贸易关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这些美国公民很快将与家人团聚，这是他们多年来的第一次团聚。目前已知，这3人正在前往美国的途中，预计很快就会抵达。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是全球关押美国公民最多的国家之一。这次释放行动可能只是众多涉及毒品和商业纠纷指控案件中的一小部分。我们尚不清楚中国是否允许其他那些因所谓的离境禁令而被困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回国。关于美国在交换中做出的具体让步，官方拒绝透露细节。不过，根据监狱局数据库的信息，周三，一名在美国服刑20年的中国情报人员徐延军，以及与其合谋窃取 GE 航空公司等商业机密的季超群，已不在美国的拘押之中。此外，美国国务院也满足了中国的长期要求，降低了对中国的旅行警告。虽然该警告仍建议美国公民在中国行使更高的警惕，但不再建议重新考虑旅行风险。本文中，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其他美国高级官员在过去几个月内一直优先处理这些美国公民的释放问题。布林肯在7月老挝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时提出了这一问题，而拜登本月早些时候在秘鲁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了这一问题。白宫当时表示，拜登强调解决美国公民在中国被不公正拘押的问题是其优先事项。此次的释放意味着拜登政府已经成功将所有被正式标记为在中国被不公正拘押的3名美国人带回美国。结合近期的国际动向，拜登政府已经多次进行大规模的囚犯交换。今年8月，从克里姆林宫成功带回《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格尔什科维奇及其他10多人，并已交换在美国和欧洲关押的俄罗斯人，包括一名被定罪的杀人犯。此外，政府去年还从委内瑞拉解救了10名美国人，并与伊朗达成了一项重大协议，释放了数十亿美元的被冻结收入。然而，这样的囚犯交换是否会激励更多国家拘押美国公民，业界对此仍存有争议。马克斯维丹自2012年起因毒品指控被拘留在中国南部，他宣称自己无罪。2019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曾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斯维丹，但去年中国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李凯是纽约长岛的一名商人，自2016年秋季起被拘留，于上海服刑10年。李出生于中国，但已是美国公民。他因从事太空太阳能电池贸易而被控间谍和窃取国家机密。他的家人认为这些指控毫无根据，反映了他与美国政府的常规接触。 梁承运则是一名持美国护照的78岁老人，同时拥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去年因间谍罪在上海附近被判刑。通常涉及间谍指控的审判在中国是闭门进行的，审判结束后几乎没有信息被公开。中国当局指称梁已为美国情报部门工作超过30年。2023年，中国国家安全部在其官方微信账号上表示，梁是通过宴请、节日活动和海外华人协会的活动接触中国外交官的。这场囚犯交换事件不仅展示了美中两国在处理复杂外交事务时的高度策略性，同时也引发了关于国际关系、法律正义和人权等多方面的讨论。我们需要从更广阔的国际视角来看待这一系列事件。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美中关系自冷战以来一直充满波折。这次囚犯交换无疑是两国在紧张关系中取得的一次相对积极的互动。尽管如此，这种交换是否仅限于外交策略，还是有更深层次的合作动机，仍需观察。从法律和正义的角度来看，这些事件展现了国家在行使法律主权时的差异性，以及国际社会对人权和法律公正的期待。 每一个被拘留者的背景故事都反映出中美两国在法律体系、信息保密和国家安全等方面的巨大分歧。从人权的角度出发，任何国家在拘留外国公民时，都应根据国际法和人权标准进行处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对此类事件的关注，显示出国际社会对个体权利的重视。 最后，从外交政策的角度看，这次事件可能会促使美国重新评估其在中国的外交策略，以及如何更好地保护海外美国公民的权益。同时，中国可能也在调整其对外策略，以应对国际环境的变化。总而言之，这次囚犯交换事件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国际关系案例，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法律和人权议题。 随着事态的发展，我们将继续关注后续动态，探讨其对美中关系乃至全球外交格局的潜在影响。感谢收看本期突发事件，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白宫的草坪上，几只松鼠正在为一颗掉落的坚果争夺，而此时在白宫内部，拜登总统正在迎接一个令他欣喜若狂的消息：3名一直被中国拘留的美国公民终于要回家了。 这3人分别是德州商人马克·斯威丹 （Mark Sweden）、美籍华人李凯 （Kylie） 及美籍港人梁承运 （John Long）。每个人的故事都像是一部惊险刺激的间谍电影，充满了曲折离奇的情节。这些年来，斯威丹因涉毒被中国判处死刑，李凯因间谍罪在中国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而梁承运更是在2023年被判无期徒刑。 白宫声明，这次是错误囚禁的结束，宣告这些美国公民终于能回家与家人团聚。星岛日报报道指出，梁承运这位曾经在联合国工作的前公务员，后来在美国从商，并热衷于促进中美交流。如今，他的故事却成了中美关系的又一个复杂象征。他因涉嫌间谍活动而被拘留，最终这场事件也成为两国外交拉锯战的一个重要篇章。 此时，星条旗下的媒体也开始了热烈的讨论。Politico 甚至透露，这次安排可能还涉及到一些在美国被拘押的中国公民的释放，包括一名神秘的中国国安部间谍徐延军 （Yan Junsu）。这位徐先生据说在2003年开始于中国国家安全部工作，并曾经试图窃取美国通用电气的商业机密。 在拜登总统与习近平主席的多次会晤中，这些案件一直是焦点之一。据报道，拜登在最近秘鲁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再次向习近平提出了这个问题。两位领袖似乎在这次会谈中达成了一些共识，而这次的公民交换可能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然而，这一切并不仅仅是靠领袖之间的私人谈话就能解决的。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院的外交官们经历了漫长的外交谈判，才最终促成了这场突破性的交换行动。或许这次的成功也为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提供了一个未来可能的合作路径。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负责人康源 （John Kam） 表示，北京的这一步骤可能不仅仅是对拜登的一个临别礼物。更是向未来的特朗普政府发出了一个信号，表示中方愿意在某些方面做出让步。这种说法或许有些戏剧化，但在国际外交的舞台上，任何一次微小的动作都有可能掀起一场巨大的波澜。随着这三位美国公民的释放，美国国务院也迅速调整了对中国的旅行警告，从重新考虑旅行降至提高警惕。这也显示出中美两国关系的一个微妙变化。尽管如此，警告中仍提醒美国公民在中国可能面临不公正的待遇，不过这已经是一个进步。这场跨越国界的风波不仅仅是关于几位美国公民的命运，也反映出当前世界政治格局的复杂性。从这些人的故事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见证了个人命运如何在国际政治的洪流中被改写。另一边，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国务院将赴华旅行警告从3级重新考虑旅行降低为2级，加强警惕。在这场外交博弈中，究竟是谁真正的赢家？是拜登政府在其任期结束前的最后一笔成就，还是习近平展现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灵活性？或许，美国的松鼠们或许已经有了答案，只要能回到属于自己的家，几颗掉落的坚果又算得了什么呢？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网友与六度 AI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六度世界网址是6度 world。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News breaks, buzz the ground, stories spit, walls come down, voices merge in the sound, faces mix in the crowd. Broadcasters paint the scene, world events on our screen, every look a different theme, words collide in the stream. 6 degrees connect the dots, background stories more than nuts, hear the voices rise aloft, truth unveils in every spot. Cultures clash across the globe, spin the threads in a stroke, every story wears a robe, truth and lies in their code. Journalistic reality, secrets perspectives day by day, hidden truths come to play, in the background shades of grey, every story finds its way.